酸碱度的测定。开着酸碱度计。进行两点校准。注意荧幕上面的 P1 字样。将电极从储存液取出。用蒸馏水冲洗电极。用厕纸将电极尖端多余的水分吸走。将电极浸入酸碱度为4的缓冲剂。当荧幕上出现 Ready 字样时，按下 Yes 掣。注意荧幕上面的 P2 字样。将电极从缓冲剂取出。用蒸馏水冲洗电极。用厕纸将电极尖端多余的水分吸走。将电极浸入酸碱度为7的缓冲剂。当荧幕上出现 Ready 字样时，按下 Yes 掣。荧幕上会显示出校准曲线的斜率，然后仪器会自行进入量度模式。将电极从缓冲剂取出。用蒸馏水冲洗电极。用厕纸将电极尖端多余的水分吸走。将电极浸入样本溶液。当荧幕上出现 Ready 字样时，同时会显示出溶液的酸碱度。将电极从样本溶液取出。用蒸馏水冲洗电极。用厕纸将电极尖端多余的水分吸走。将电极浸入储存液。关闭酸碱度计。